天我开着我的面包车来到了巫溪县，现在我就要出发去挑战一条最刺激的网红公路，就是令牌石公路。这里因为坡陡路急，紧靠悬崖，也被堪称重庆最危险的公路。这里是巫山县大河乡民族村田坝社进出大山的必经之路，全长 3.7 公里，总投资了600万元，其中令牌石路段就投入了400万，却只有453米，相当于一米就接近10000元。因为空间小坡度大，不得不修成之字形，短短几百米距离就有18个弯，小车都不能一把过。网上说连老司机都会吓退的路，更别说我这个女司机了。我之前也去过西藏阿里，走过去珠峰的108拐、怒江的72拐、天路18弯，这些啊都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这个路呢，我就想去挑战一下，不知道我的面包车能不能行。后面那个车也是来挑战的吗？你看，哇，这样陡，你看这上面，这个就刹车印子啊！哇，这个真的是十几米就一个弯了，而且这么陡，看吧，要来吗？来吧，加油！看他的车，哎，看一把过不去吧？你看这好陡啊！我的面包车就算了吧，呀呀呀！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，上去了！现在来的好处啊，比之前我在网上看的更好一点。之前的话还没有这个护栏，你看第二个弯又要掉一下才上得去了。哇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！我看一下最急的弯，这个弯还好，我刚刚在路上就有过这个弯，这第一个弯太陡了，你看这第三个弯，每个弯都要掉头啊，感觉我走路都要追上它了。哎，第四个弯还是一把过不了。哇，看没，轮胎在滑了。哈，这个弯应该就10米吧，不到10米吧。你看从这个位置算的话，从这个弯算，你看到这个位置，它这个一直在打滑，轮胎在转。完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轮胎一直在飘哦，如果没有这个护栏的话，一直飘的话就容易滑下来。他车就在这里飘了，这个弯转得太急了，所以就飘了。看，就这几个弯太陡了，上面的弯你看都比较长，这几个感觉就10来米就一个急弯了。你看我走路下去都特别陡，我现在是穿着平底鞋啊，走路都感觉都很难，更别说要穿高跟鞋，只有摔倒的份。你看这里特别的窄，刚刚那个车就是在这里轮胎滑了。啊，下面的也是很短，我都不用拿卷尺来量了，真的最短的也就10米。你看这个坡，这个位置，如果弯转的太小了的话，它轮胎就直接有一个是离地的，就空在那里，悬空在那里的，就这个位置。你看，直接上来就要转大弯，小一点都不行，转大弯呢还要倒一下才上得去。太短了，看这里也是，看这个口到这里特别的窄，看这
又开始了，就这几个弯要疯掉了。我已经看到我的面包车了，就一二三四五，就前面六个弯最难了。因为刚刚看他的那个别克车都是走一下倒一下，走一下要倒一下，就一把过不去啊，太难了。那辆车上来了吗？我刚刚看到有一辆车的，我无人机在下面没有信号，现在要上去。这帅哥说让我坐他车，你天窗可不可以开？可以啊，你可以站上去噻。我这个三把手，三把手，哦，那么问题。哇塞，那弯要转很大，刚刚的车就是在这个位置，轮胎空转。它交叉柱它的位置都不够，知道吗？太吓人了，我面包车根本都没法上来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刚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没电的，就哎呀，你看这个好陡啊，一点护栏都没有。成这样子的。吓得我发了，我都吓得脚打抖抖了。真厉害！哎呀，还得拍视频，我今儿头都没洗。你头都没洗都那么帅。哎呦，那你有点要开慢点，你刚刚上来跑得太快了，太吓人了。看，感觉好滑哦。我的面包车帮我掉头，你技术太好了吧，手动自动都可以。我这车太撇了，把面包车开出赛车的级别了。
我闻到臭味了，妈好臭啊，我的车臭死了。哇这么陡啊，好厉害哦，你看这么陡他要给我倒上去啊，哇好容易熄火呀，你看我感觉我的面包车后面要托底了，哇真的耶，过来了，好了好了好了好，可以了，可以再倒哈，不走不过来，他真的把头给我调过来了，为老司机点赞，我要下去，你走得快，你走，我慢慢下去。切记要挂档，夏天下风。嗯，要得要得，谢谢你。那帅哥走了，今天我来的太晚了，就飞了一颗电池，而且还是在上面飞的。我想等天气好的时候，我看再来吧，就是专门飞航拍再来。今天我都先到县城，这下山5点多公里。全是这种陡坡，今天面包车还没有上去呢，看看看看，把车停到这个大的停车场里面，你看停了那么多车，现在去找点吃的压压惊。今天我面包车是不敢上去啊，那遇到的那个车友他是3把锁我才敢坐的，不然我连坐车都没勇气。